唯一才华，素颜，长发，两者都有最好。变老，饿了的时候不准吃饭，我都不喜欢。至尊宝，我只用最好的我对待一切。我无所谓，就是说，我觉得他们开心就行，无所谓你喜不喜欢我，你开心就行。我也不是很大胆，除了舞台上以外，我觉得舞台上的话，我应该什么都可以驾驭，就我觉得我都可以。我不喜欢那种化很浓的妆的，开车、听音乐、买东西、旅游，然后这个也开车，我不会，我平常从来不化妆，没有什么感受，就只是想把这部戏演好，我不想让大家失望而已。